对，今天我们要回去我原本的月子中心，护理师看看小仙长大之后的样子，然后我们这边吃个晚餐。他们说是一个母亲节的活动，那我们就去看看喽，出发！现在晚上6:30，我们现在就要去了。那待两个月，四分之一的人生在那里。对，四分之一人生，就是你讲的好笑。Everybody drink 奶奶。Drink 奶奶 ，Yeah， 来，小姐，奶奶。The room, fall on to me, slip into you. 他要抓你的相机呀、啊，难怪手一直伸出来。他说手会伸出来，剑不会。上建筑了啊、哦。Hello。我们要去吃晚餐。等我要跟他们讲一下，他还是有点怕生的。And it's a minute to midnight. 没有，不会，他不会哭哭，他现在很棒棒。不会，你看，哦，好好，长大了。杏仁粉，然后冰糖跟雪儿，好吃吗？嗯，蛮好吃的，很清爽。对啊，蛮好清爽的，对啊，就很健康，好吃。一开始有没有模拟两只，还是你想抓麦克风？我要拿到卡片，长得很像。你看，妈妈笑了，妈妈笑了，她觉得怎么会？你看，是你耶，好啊。让它的蛋黄被破坏掉与蛋白做结合，那所以你吃起来之后，哎，颜色怎么会原本不一样？它搭配底下的南瓜酱汁，然后跟里面蛋黄一起做结合，吃起来有特别感觉，非常好吃。谢谢。所以就打破吗？真的，我的朋友竟然要踢我！哎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对，这个太好笑了吧！一周拍溜溜，记得传给我，我也是马上过，记得传给我。拿下，没关系，拿下。我终于拿了。我要怎么就睡成这样啊？他刚刚真的很夸张，怎么会睡成这样啊？睡成这个。来先看。哦，现在疯掉。我的手机关了。
我们要回家喽。好，还在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欧尼布要出来了。哇！依旧不依旧不行也是。这样啊。好好。你怎么那么好睡？还在睡。你要回家眼睛张开一下。好啊好啊。谢谢你，谢谢。那拜拜。你说拜拜，拜拜，完全睡翻了。不要这样，一二。